欢迎回来。台湾很多硬底子演员不只会演，口才也是一流的。国民老爹阿席陈柏正是演艺圈的常青树，从演电影出道，1983年首次参与侯孝贤导演执导的《儿子的大玩偶》就入围了第20届金马奖最佳男配角，隔两年演出电影《超级市民》也荣获了第22届金马奖的最佳男配。虽然擅长演草根人物，但是阿席啊，其实家境非常优渥，出身北投望族。不过他个性非常随和大方，成名了反而不追逐名利。我们一起来看看他的精彩演出。怎么会这样？民宿嘞？只有阳光，没有民宿。可是我已经付钱了，我在上面的照片很漂亮，说什么亲近大自然，阳光充足。没有墙壁的当然亲近大自然。不是偶像的阿 C 陈柏正演出偶像剧，老爸专业户更接地气。荧光幕前熟悉脸孔，从1983年这个镜头开始。波浪鼓、小丑帽、红鼻子、夸张假发，扛着看板的三明治广告人。这部侯孝贤执导《儿子的大玩偶》，阿 C 演活了为生活拼搏的阿爸。儿子的大玩偶哈，其实当初他们为了找人选的时候也伤透脑筋，啊，都要赵胜跟伊来对工作人员，好像是导演组的人有认识，有一次碰在一起，正好聊天的时候，他们说，哎，顺着帮我们想想看哦，哎，我们侯导有一个什么样的戏，他大概是要什么样的演员，嗯，哦，那这样，那就是我同学马西，你有乖不啊？金囝银囝，你有吵你妈妈无？哈？嗯。吓那个人的啦，那在哭啦。来，妈妈抱。哎呦，我嘛唔知。啊，对你常常画迄个小跳面，起码无画，伊袂认你啊啦，哈？迄毋是别人呢，爸爸呢？啊？连面哭，搁连面笑，嗯，哟。你笑哎，今麦我晕重现。阿哥，阿哥都，是阮囝的大细人啊啦。不只是儿子的大细人啊，全是草根性人物最对味。下雨还没有保障，怎么行呢？10万保障怎么样啊？哎呀，10万保障太少了，不行不行啦！啊，那30万保障够不够啊？30万保障还是不够不够。这13集演下来，我最痛苦了。为什么？有小丑的眼泪，因为他们老是叫我演女人呐、啊。那我现在回到家里的时候，我那个2岁的小女儿就常常叫我妈妈。哦。我一进来的时候是王伟忠正好在做综艺节目嘛。他就是要找一个瘦的跟一个胖子，都要赶快给赵胜揪来。当时鬼才制作人王伟忠看到外国爆笑短剧《劳莱吉哈台》为启发，打造台湾版，阿西和赵胜搭档，一胖一瘦，慢慢打出知名度。我告诉你，我跟你讲，今天大家都是绅士，大家拢心输，不要打架，不能打架。如果要打，那你来怕。就来听歌懂变瓜，1、2、3进两三开始。被推挤呼巴掌，不惜扮丑豁出去。其实出身北投望族的阿西，父亲经营布庄及碾米厂，身为长子长孙，从小备受宠爱，但是却领有残障手册。我小学4年级的时候，有一次的气管炎呢，扫嘞，你也使去我们爸爸看，我爸爸是医生啊，你那扫好看，念的就好啊。因老爸向掠去。
哎，我秘医，爸，我给我看医药，你刚刚那听干不呢？嗯，然后我爸爸就带给另外一个带我去看另外一个医生，说啊，爷爷，你在上面毛信埋信呐、啊，下药下得太重了。嗯，对，气管虽然可以很快的好，但是下太重会造成耳朵永久伤害。尽管耳朵重听，阿西反倒自我调侃，大智若愚。不一定到点哦，都会搞笑嘛。Uh-huh. 年轻人啊，有当时我都隔空像个白痴一样，爱讲阿西。有钱人家少爷被叫阿西，个性随和，读书可不随便。因为父亲的眼泪，拼一个建中光耀门楣。啊，你成绩不好了，想想今晚面临联考啊，你考得那么烂嘛、啊？这样讲，我说，哎，我第一次看我老爸。掉眼泪，除了我阿公过世哈，他含着泪之外，我第一次看他掉眼泪，看到吗？看到你的目屎滴落来，你要拼啦！哎、欸，我两个半月一拼，考上建中嘞！哦，两个半月，嗯。哎、欸，我是建中的夜间部，等于是第四高了。高中毕业考上文化戏剧系，和赵顺、王伟忠成同窗同学。我们一起就去玩，啊，比如去夜店啊什么去玩。我们两个呢就跟公鸡一样，在面啊跟人家女孩子哈拉，他在旁边又扮演忧郁王子。由于阿西一路装傻，当兵时可得动脑筋小聪明，才能躲过辛苦出操。本军团义工队招考乐器人才，我义工，哇，啊、靠呀！啊，我都，嘿，我都刚才要吹口哨呢。乐器完全不懂。管他的毛遂自荐，后来我是戏剧系毕业，我不管编剧啦、演戏啦，什么都可以。如果需要的话，哈，哎，就可以。哎，过了一个月，真的叫我去面试。退伍后进入演艺圈，首次演电影就以儿子的大玩偶入围金马，两年后以超级市民拿下金马奖男配角。这是正港观众进到的群演，招数你来恁爸坐，才有通接触啊，接触要倒去找啦。没有，咱们都看麦，没完没了。对哦，这是正港的路力啊，大家都金奖奖，挂落去，表示你有身份地位啊，你看，保证袂退席，保证准的，没有，我做2000块啊，2000块买一个身份地位啊，嗯，咱们都看麦，正港的水货呢。万岁，2000块啦，2000块买一个身份地位啊，对不？甘草小人物的代表最强绿叶再度获得金钟肯定。哎，随便演一演又入围了啊！其实随便两个字呢，哎，也有它的深意。随便第一就是很自在的、无爱的，可以很自然的表展现出来。另外一个随便，随着剧情便进入情境中。很精确地把它表达出来，大家共勉。谢谢，非常好的，谢谢。随便的演员一站出来，既不抢了主角风采，又有着让人无法忽视的存在感。阿西陈柏正就是刚刚好配角，如此恰如其分。当年阿西得到金马奖男配角之后，知名度大增，戏约不断。当时啊，台湾的电影工业兴盛，陈柏正陆续接拍了很多电影，连电视剧也来邀约。传闻只要有他参与，票房就会开红牌，却因此吸引了黑白两道的抢人大战。最夸张的是哦，电影开拍都还没个谱，就要他在合约上面签字。这种扭曲的工作形态，让阿西一度葬送原先的演戏热忱，退出电影圈去开撞球店了。这么一离开就是8年的时间，但是因为投资失利，欠债千万，重新复出，再投入戏剧，也开始学习理财。翻跟斗加扫腿，阿西陈柏正人来疯，但曾经镁光灯焦点所在是内心深处梦魇。小姐，你们还在这里啊？嗯。哥哥呢？在那里？东东，小舅，怎么？好，黑道来啊！他也是客客气气的，但是脸色不好看。你不答应，他脸色
不好看，所以还是要接。拍《东东的假期》得到金马奖的时候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！阿西哥在演艺圈简直是红到不行。那时候只要打出阿西陈伯正这个名字主演呢，就是好像票房的保证。黑道也好，然后片商也好，通通都来找阿西来拍戏，希望阿西能够演出。抢人抢档期，就连妻子在医院待产，阿西也无法休息。今天来你俩人嘛，嗯，因今天来到医院之后，看到我在旁边睡，哎，现在这么一个当红的一个最当红的演员，竟然在一个小小的沙发上椅子上缩一团，在那边睡啊，这样。听说后来听说他们被这样的画面哈，哎，好像有所感触，感动，所以对我特别客气。东东，他看了我就跑，他已经知道我是谁。你们两个照片都上报了，谁不认识你们啊？东东，回去以后什么人都不能讲哦。他们两个虽然做了坏事，可是我们是一起长大的，我一定要帮这个忙。因为只要我签了，他们就可以找到金主，拿到钱之后，那如果说拿到2000万，他们可能花个800万来拍，他们就赚1200万，嗯，所以会逼着我来签。当时黑道为了抢赚电影钱，将黑手伸进这些摇钱树中，被出演恐吓比比皆是。我已经和台湾联络过了，那边有一家医学院有兴趣帮忙，这两天会跟我联络。你看你们黑狗港，鱼杀了，随手乱丢了。鸡呀鸭呀到处大小便，水沟也不清一清了，蚊子苍蝇一大堆了，卫生真差啊，难怪大家都生病了。我从马公卫生所带了一些 DDT 来，从今天开始家家户户所有的水沟都要喷一喷，一点都不能马虎。无论是吴软头家里的专业医师，还是蓝龙喜台湾郎的杂货店老板，他是说怕得啦，因为讲话有点大红，我店里客人多了，进进出出，也不知道谁把他教坏了，才想让你们带回去度一度了。阿弥陀佛，我佛慈悲，普度众生。那就麻烦两位师父了。叮当。嗯，哎，哎，干脆把他超度了啦。亦或是稻草人里憨厚农夫。卡细腻的啦，遐尔吼，搁早我怪哦，我想讲最近猪哪会放无屎哦，原来是恁这两方唔听见，把恁要偷养去。煞唔知我遐猪啊，最近拢闭结，啊，鱼个拢无肥哦，啊，所以哦，那食槟榔啦，搞只呢，来去吼，哎，大东鱼啊，啊无归去安尼啦，啊今仔日吼，算讲先来再给恁照一挂肥啦，听后讲我遐猪啊哪会放的是再放一挂杏仁啦，放一颗啦，你这恁若养去，啊我要食啥？丁子们吃这哦，你们今天吃几岁了？好，别跟啰嗦了，咱家己传的买阿肥，你再给你买来。戏里扮演各种小人物，喜怒哀乐，收放自如的阿西游刃有余，其实是人前欢乐，人后流泪。一部又一部的，同时干了3-4部电影哦。嗯，那连睡觉的时间也没有，大概2个月内在家里睡了5个小时左右。其他都在现场啊，在整个来回交通过程，这边还没拍完，另外一篇车子就来等啊，就这样子搞啊，结果拍出来的戏反应都不怎么样，甚至于我去了第一天拍，就是2张稿纸，然后就这样拍，我看，哎，剧本又烂，怎么办呢？我就说不要拍好不好？他们说不行，老板说一定要拍，我忍着就拍。拍完之后，我还是跟他们说，真的太烂了啦。那这样好不好？我们解约这个戏，不要拍。今天花多少算我的，但还是不行。因为那
那时候一窝蜂的这种乡土的这样子的文学的电影出现之后，很快的就没落，演完了之后戏钱都没拿到，所以几乎都变成一演的状态，对电影梦失望。而台湾电影在80年代中期也进入了北风北，被香港电影取而代之，心灰意冷的阿西干脆退出电影圈，开启撞球店。来喝汽水，谢谢。长达8年期间淡出荧光幕，本想就此息影，想不到命运捉弄人，和朋友合作开设净水器公司，被倒了3000多万。谈起这段谷底，依旧是云淡风轻。事实上他们也没有很专心的在弄这个事业，我自己又不懂。我只希望我唯一的就是完全的了解产品好不好而已。我了解了之后弄半个人去做，结果开差不多3000几万，连民生社区那个房子都卖掉。是阮家，是阮情，是阮家，减无钱用。你做顶顶绝对遵守恁的教训，好心做官，歹心无做，绝对无冤家相看。感恩啊！感恩，真正的感恩啊！大家看，今日是头当做的，到收天的，到收天。为了还债，再一次重出江湖，娱乐圈环境改善许多，让阿西又找回昔日热情。三三百步，低卡高手吧，又来吧，推广秒刷吧，百步低心低威力低形啊，全体注意！哈！我们这边呢、啊，有一个许愿森林，里头有一个大树爷爷，你只要每天去跟大树爷爷说晚安，说完1000个晚安，妈妈就回来了。那我现在可以去说晚安了吗？可以啊。有俏皮，有虐心，阿西通通 hold 得住，宁愿做个小人物，也不当完美大明星。在镜头前，阿西打动观众就是这么简单。哎呀。好了，乖了，多放小心哦。好了，会了，知道了，好了，好 ，OK， 好好睡觉。带给我。对了。